大家早，今天是曼谷第二天，然后现在大概早上七点钟，然后在台湾的八点钟左右，所以我其实蛮早就醒来的，所以平常这个时候就醒来。对，等一下洗个澡，然后吃个早餐。啊，然后外面那个昨天跟你们说那个人来拜了，我给你们看，你们看到吗？就是这一个先生。其实他没有招牌、欸，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，不知道他到底是卖什么，但好像只有早上会来买。我想说等一下来下去买一下，你看感觉有人去买了，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一直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营业，他刚才在看报纸。对，然后呢，我昨天也有准备了，就是我昨天的东西还没吃完，所以我想说等一下也可以继续吃。对，就这样。等等见，待会见。耶、yeah, ，他们昨天有来说那个就是停电的原因，反正他就是要免费请我们吃早餐，好像就是什么变压器失常吧，就是反正是他们当地的一些因素，还不错。对，但我是没有觉得有造成什么不便啊。对。然后我刚才不是说我要去吃那个那边那个早餐吗？但是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昨天吃太辣，我现在肚子超痛，我想我先不要去吃好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准备出门啦。OK， 然后等一下去一个什么什么一个蛮远的一个粉红色的寺庙。等等见，拜拜。分享一下我今天的 OOTD， 对，裤子。然后里面穿无袖，但我今天要去那个寺庙，想说不要穿无袖，然后发现我很多都是破裤，就这个比较不破。对，咖啡 ，OK， 拜拜。我现在在一个三相神博物馆，然后就是里面都是大象，很美，但这里有点远。它的那个黄庙是粉红色。哎，这边我有点不太敢乱走，就是感觉都很珍贵。然后旁边有一堆就是大象，很棒哎，就是它的大象都有不同的颜色，很美很美。但门票有点贵，门票是400块。它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的粉红色的，然后里面可以进去，但里面就好像不能拍照。对，很美，但也是有人拍啦，你就可以上网看一下。然后庭园造景很棒。对，就是一个文化广场，就是一个文创的中心，我等下再拍给你们看。就在外面，然后我现在进来吃饭。这边离松隆站蛮远的，大概如果你要走，要走个20分钟吧，蛮热的。建议大家坐机车或搭捷车过来。然后点了一个本日套餐，只要340块，它有汤，然后有面，有甜点跟一杯饮料，4个，还蛮便宜的。大家再一起陪我吃饭吧。我的餐来了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意大利面，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汤，看起来有点美，但又看起来有点恐怖。OK， 我开始开动啦。这是那个紫紫的汤。高丽菜汤什么的，蛮好喝的。应该就是紫色高丽菜吧。都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番茄意大利面，看一下。
业武昌路340这样一层。好吃。好，专心吃饭了。那就是我刚刚吃饭的地方，然后这就是 The Common， 就是一个复合式的环境。然后这边就是那个，它就是一个大楼的集合，然后下面有很多的餐厅跟小文创的地方，很舒服，有很多树木这样子，这边都蛮美的。但我觉得最有名就是刚才那家餐厅了，其他应该也是不错。对，我现在吃饱了，然后我等一下应该会去恰度恰新开的一家百货。对，因为我回去的时间是不会逛到恰度恰的，所以我打算去那间新的百货看看，它就是有百货公司的恰度恰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吸烟区，我们要抽烟喽，就坐着录个影。好，那走了。然后哦，给你们看，它这边哎，反正有它的标志。对，这边真的是蛮远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斟酌的来。就是我觉得有时间再来，没时间就真的算了。哎呀，然后开的时间是8点到凌晨1点，所以如果你有住附近的话，是可以来。OK， 拜拜。愚蠢如我，我又坐错站了。就我以为恰度恰是恰度恰站，就恰度恰不是恰度恰站，所以我就往前骑。然后他好像地铁跟 BTS 都多开很多站，所以 Google Map 上没有。就大家有来的话，可以就是可能再找找资讯，就是好像多了蛮多站的，还不错。是 Mix Cha Do Cha， 然后这个礼拜刚开的，就是九月左右，上周刚开的。然后它就在 Cha Do Cha 旁边，是一个新的商场，很多还没有设柜啊，很多都是空的。对，我是看到一个 YouTuber 说可以来逛逛，就来逛逛。对，但很多还是空的。对。然后这边好像价格跟恰度恰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也不会太贵，但也可以挖宝，就是有冷气的恰度恰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开始逛街。这里就是长这样，然后很空，然后前面那边是美食广场，对，就是还不错啦，小东西蛮多的，应该之后会变很厉害。对啊。很棒很棒，我觉得这里还不错，可以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。你们看看这里，我来买麦当劳，然后我点了一个饭。哎，我回来了，我刚才去逛那个胜利纪念碑后面有些商场，然后就是本来想说买路边摊可以吃，但就是我找不到路边摊，不然就是那种路边摊都是那种。没有图片，他就写了很多泰文，然后价钱，就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然后也没有办法，他就摆了一堆菜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后来就看到麦当劳，我就买了麦当劳，然后它是饭，然后再加一杯可乐，这样是69块钱，我觉得蛮便宜的。对，我现在很饿，我刚才就吃了那个 roast 的那个面，但还是很想吃饭，就是。买了饭，对。这边麦当劳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棒。嗯、然后我一直忘记我到底要去哪里，所以我还列印了出来这张纸。我晚上的话呢，就是我早上跳很多行程，我自己没去。我要去一个 open house， 那个我也没去。但是现在要去的话又太远了，对。然后。晚一点我要去一个创意设计中心，就是它好像开到晚上9点吧，反正就是
有点像美术馆之类的，然后再去东国城。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我要去这边的一个天台的那种算是表演的吗？还是什么乐队？就反正走出去应该左转就到了，但我刚才没有先走。对，想说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我打算先回来休息。那一个人旅行就是你想要回来就回来。对的，然后我今天都没吃到什么，就是吃了那个餐厅以后就很饱，可我觉得就一直走路吧，然后跟有点热的关系，就是不太想吃东西。但是喝很多饮料，这边就是一直在喝饮料。我现在又喝了一杯冰可乐，然后就是那个茶都茶，我真的觉得茶都茶那个新百货，我觉得不用去啦，就是你可以等它，就是在半年后再去。它刚才真的是里面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大家都在整修，还在招商。就是以后应该会变得很好，但是现在我觉得给他点时间，让他休息跟成长。对的，然后还有那个三相神博物馆，大家可能会问，那在哪边？那个是坐到反正站的讯息我在放下面，他在外站以后你可以走路，但是我觉得以我的脚程，我要走20分钟，然后。我觉得你就搭计程车，你就叫那个 Grab， 然后计程车是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去的时候是40块，回来的时候是75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就觉得算了，反正就给他来回算起来扣起来蛮便宜的，对，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去，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整建的很好，就是里面用的很干净，然后环境也什么什么什么都很好，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的，但是门票400块。真的有一点点贵，对啊，我刚才还要买很多东西，是我今天 OOTD 哦，去寺庙觉得不要穿无袖，他就会叫你在租什么的。然后刚才买了很多东西，我想说到时候再另外来讲好了。哦，重点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说，就反正有一个跟去的是一样，反正就是。我去屈臣氏买的啦，就有一个小姐就看到我现在买痘痘药，然后她就说：“哦，我就是大概在，她就跟我聊了一会天，然后我就说：哦，没有，我就是要买这个，这是我知道的。然后她就又走过来，她就说：哦，她有一个就是什么也是痘痘药还是什么，反正她就要推荐我这样，然后还跟我讲这边有英文，因为她英文不太好，我也不太好。然后我就看完以后，想说好吧，她就是还蛮热心的。”那应该他的业绩吧，我就说 OK， 我就买了。他就说你要买，你真的要买？我说对啊，就是你推荐给我就是啊，没关系。然后我就买了。他好像是一个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可能有一个得奖的品牌吧。我想说再回来查一下。对，我买了一袋屈臣氏，买1000多。但是就是还有我伯母的东西啦，还有这个。然后这次没有买到什么衣服。啊，那我之后再介绍。那我现在就继续吃饭喽，等会见，拜拜。